们要配合金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刑事审判押解任务。这次实讯是真案真做，在实讯之前，我们再把刑事审判押解的各个环节强调一遍。请同学们看视频，是指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在刑事案件审判活动中，依法强制将被告人从看守所或其他羁押场所押至法庭接受审判后，还押看守所或其他羁押场所，保证审判活动顺利进行的职务行为。请同学们看图片，整个刑事审判押解分为提押、法庭押解、还押三个步骤。在执行提押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工作。第一，检查提押票相关的身份证件、武器警械是否携带。提押票是我们到羁押场所提押被告人必须具备的法律手续，它保证了押解工作的合法性。张老师，刑事警卫保障实训组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小心。是。小心。我就觉得你是押解任务分为哪三个步骤？王海，到。押解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提押。黄军，第二个步骤法庭押解。李代红。第三个步骤还押。今天我们这八个同学负责先负责提押，提押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第一，检查携带的本人身份证件；第二，提押票；第三，警戒器。在提押中间要注意我们的行为规范。第三点呢，要注意对提押出现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安全检查，防止事故的发生。具体今天的实施由洪波进行组织。洪波，出列。是。组织实施。是。现在我进行人员分工。王海，到。出列。是。老二部，到。出列。是。一号。被告人担任对一号被告杨义军的押解任务。是。对被告人杨义军的押解任务，出列。柯尔德，到。出列。李代红，到。出列。到。由你们俩负责对被告人秦克的押解任务。是。前面都说了一号被告。乔九三到。主任是。吴文超到。主任是。由你们二人负责对被告人唐志学的押解任务。是。王军，到。准备是。由你和我担任对李小鹏的押解任务。是。准备是。王老师，任务分配完毕，请您指示。出发。是。全体注意了，向前一步，走。杨总向右走，接着走。嗯，三个车我们就走。我看不准。
在那吃错了，那赔了好几啊？就是赔一个登记和提出来的安全检查。嗯。他整个手续就在这里办，他就是把第一个就是我们提要人员的身份证、证件、警官证，还有就是提要票，交给这里验了以后，他主要是查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有没得资格，提要的人有没得这个提要的资格，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提要的被告有没得准予提要的。身体，依据，下面还是这个依据，被提要人他就在这里进行登记，就是他们这里要进行一个登记，登记以后那边在里头提出来，提出来以后在那个部门我们进行安检的通过这里带出去。这里整个流程呢，这个地方有那个在出所的和法院。提询的几个流程，这几个流程。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必须，这是法律的规定，必须依照这个程序实施，就是在提押的时候必须按照这个程序来办理有关手续，不然的话不给予提押。经过那边再到那一道门，那道门出来再在中间我们一般安检，那个地方是体检，在那个地方进行安检，安检这个地方再通过这个程序。对于有些不该带出去的物品，带出去物品，收拾出来以后，有在他房子对有那个人，就是犯罪嫌疑人，是一个
人权帮手。这是一个是在这儿开始工作的登记，在这儿登记提一下，哎，这在这边就是在哪边工作要时间不长的工，难度偏大。原来就是我们这个法定要必须干的事儿，好多规定都是法律规定的。哦，对，不要讲在外的话，就我们一个值班的，他就在那边。这边有我们这边工厂嘛，他们能保证提出安全检查嘛？对，交给你们，你们就安全检查加在这里，先说。保卫就是发言，发言就是先犯人，通过安全检查就到了里面的目的地，在这边通知领取交人去谈，然后这些是行政，交人去谈和交人信息交人，从来你手续不齐全。来来，我小吴，魏姐，通知里面提什么的？很有权是同名同姓的，机关哪里人，人家可以多一级，多问一个机关啥的。那比如我提的湖南的，人家提这个张三是湖北的，错了，哦，这是黑的身份证，啊，二个是体表检查是开始一万二，干啥？好，好了，我们张老师有个风险转移，就是说他在监舍里头，要是有伤害啥子。还是出监以后由我们在工作人受到伤害，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核实，但是他们身上有伤是陈旧性的吗还是新伤，不然让我们带出去以后就是在外头受的伤还是在这个里头受的伤，这个中间有个责任问题，所以在这里要我们在给监舍两个提人的时候，给监狱两个提还是说提人的时候，相互交接人的时候要有个确认，要有确认，人权保护，就是不能受到非法的侵害，他很严格，要求严格。就是以往出现在监舍里头，什么被告受到虐待啊、相互之间啊，但是以前不是出现了带猫猫事件，所以这个是对他们的人权保障制度，就是出现身体有没有伤害，有没有疾病。或在外头我们还回来，是不是有没有疾病还是什么伤害，就是来交警健康检查，检查报告单，那个人是健康，这个健康呢，当然我们也只有测量，不是医生，就是问他有没有伤害。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他身上有没有带的一些衣物，就是那些有危险的，打个自制的钥匙啊，自制的一些道具，有的他打个牙刷，或者磨成锐器，或者在哪里他出监的时候放空的时候，他在哪里把一块铁丝啊、铁皮啊捡进去了，或者被丢的火车，还是配的皮的有些拿出个手套，偷拍、爆拍，所以主要防止这些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些询问了解。这里出来以后，我们同样要进行一次询问了解，你有没有什么人，有没有谁给你打的伤，最近得没得啥子病，
好，然后我们打开药看一下，看他抬抬腿呀，我看有在哪个地方腹腿拉前，或者就是背上的地方有。嗯。哦，现在这里一个表。来。然后，好，听过了。来，先生。嗯，有身上有没有啥伤？没最近这个病没有？没有。快休息，马上看看。背上，没有，裤腿拉一下。没啥，那边再拉一下。头这些，注意要注意，看一下头这些部位有没有子伤啊、淤肿啊、青紫这些，这是一个检查。好，然后呢，检查完了以后，这里有一个表，有个这个表，作为我们提药人员呢，在这个填体验表的话，这个因为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也只能你不能填健康，不能填啥子，就说只能填，就说填咋填呢？就说目测部位那个被注意被他这个重量的要随时要处于我们控制之下，就说。目测是目击说的目击之处会发现异常，这个就跟我们说的，就跟我们在医院就做透视一样，他医生都是不是说健康，他下的结论就是未见异常，就是我们没看到的地方有没有问题，就是客观反应。你要说健康，万一他有其他疑虑，你没发现，最后你这个责任后果承担不了。所以这些同志们要注意，啊，你们两个对他进行检查。医学，袖子，看他拿起来，看看这些地方有没得，加个打耳的啊、青紫啊这些。先进行那个身体还有没得伤害啊，或者其他一些健康方面的。现在有没有伤？有没得伤？健康方面，可以普通摸起，没有，最近没啥子病吗？没得病。那么在那个安全检查上头呢，这是一个是健康，而一个安全检查上头呢，要注意，就是他的，你两头分开，哦，把他两头分开以后。还有检查的时候还要注意自身安全，看他两腿分开，他一分开以后，他要攻击你，他就要收腿起来，他就要保持重心平衡，他就有个过程，所以这个要注意。像这样子了，很容易起腿了，或者起腿，或者给你一走，他是人的动作。像这样子的话，他起不了腿。他这样子起腿起不了，知道不？这个是个安全问题。这些领头这些部位，要是女的，她头发长的话，包括她发际里面要注意，跟这个前后检查。除了健康检查，第二个安全检查。好，靠前。靠后靠。要是比较长足的牙尖或者重犯。主观恶性程度很高的，也就是说攻击性很强的，我们采取备考。一般呢，像主观恶性或者未成年或者比较体弱的，我们去前考，它比较方便去拿筋骨。或是就是长足牙尖还把筋骨慢点靠着牙筋了，那出。阿哥，要搞，阿哥。好，我们加上好，好，谢谢。进来，放那里面去。
我问一下，这个是正式开庭啊，大家开不玩笑，就是说两个人一组，两个人组八进的，那个，提押回来以后，在候审的时候还要再次请两人，每个同学把自己所押解的被告要看好，实行人盯人的，那个押解看守制度，人盯人的看守制度，我们实行被告审讯，反正始终在庭上押解，还是在还押，我们都实行包干，我们就负责到底。提押的任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法庭押解。押解完了以后，我们就是进行第三种，押解第三种还押。还押呢，说到底，就是我们把被告完完整整、安安全全送回看守所。送回看守所以后，看守所它有一个对我们送回去人有一个就是再一次检查，要确认我们送回去的人。至于我们原来提出人的身体健康情况是一直都没有受到伤害，受到伤害。也就是说，我们平安送回去以后，还人，然后那个时候要出，就是要把证据取回来，还人取证，然后我们交回警方。在我们提人的时候，提押的时候。我们还回去，还是一个对象，就是说我们把人交回去，交回去，他要对我们交回去的人进行测验之外的，有没有受到伤害啊？或者其他一些，该有的一些疾病发生，对，进入后生时撞到柱子上，撞到柱子上了以后啊，头痛了十分钟，因为受了伤。所以最后我们法院派人在医院值守几天以后。他说他们有事要等候。他要去哪？他就是把那等候的出去，人看到里头是乱乱糟糟的。晓得吗？你就说你，我也忘了，你回去看看。这个事情那天，那你帮我开一个是吧？
看到时间是什么时候？看见谁在吗？哎，这个是你上学了？啊，我刚才上去了，等。你带他们进去吧，我到外头拿去，来别给拿个。这边，在这边。麻烦呀，大家。我先检查再签，等一下。现在没伤了，不啰嗦，来干了。你怎么干的？这是有没得伤？这是有没得伤嘛？啊，我是见家人了。见到了，没说话。没说话，你出去把这个撕烂嘞。没有，不能的。哦，来，站过去，你站过去。站，你站过来。你手里的吗？这三个。我是我玩儿，你熟悉的。
没有什么事。不要改了，我头在这上墙。我倒是到哦。那。尽量还往这边靠一点，啊，我的点评结束，下面请马老师指导。对，同学们做得很好，希望同学在今后的学习中间要将理论和实际，要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今天的实训课结束，下课。